大家好，我是李家角九龙豪宅的 Tommy， 今天带大家上来广播道望一望百美花园一个两房的单位。百美花园位于马可尼道，人车流量都不算多，环境十分之清静。而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中层的三室单位，实用面积445尺，两房的单位。有时候等我带大家入去望一望个单位。由于单位入面有多个的对流窗，客饭厅十分之光猛。景观开扬光猛，内街十分之宁静。大房摆放了一个大型的衣柜，仍然是空间紧十足。而另一间的客房呢，亦都够晒光猛同埋实用。至于厨房同埋客厕可以使用的地方呢，都十分之见使嘅，唔会浪费咗单位入面嘅空间。如果大家对我头先介绍嘅单位有兴趣，又或者有其他物业上面嘅问题，欢迎随时打俾我。我电话是92023557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